来来来，开始那个镜像的露娜。我感觉我已经有点忘了，那个克隆大师实在是太难过了。先把露娜打了。你来了，快，我们有工作要做。快快快！他们本来这个答案。这个答案，把他们消这个呼唤，好，正好。速度，速度，以免我忘了。这个我想想，三他们四，心和星星这个得去必搞。须排成一条线。这个得在最左边，这个得在最右边。这个我记得。可能性是无穷的。这个得，然后怎么来着？哦，对。这个必须得打，这个、好像是固定打他的。对呀，这个是张楚拉。对称性是理解宇宙的关键。这个打吧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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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这个就不用说了，这个一看就能明白。就打三，也让他费三血，然后用三张牌。千万不能用四组了，要不然任务达人不一样了。这个是星火一个轮。真的星星太难了。越火，越火一顿轮，真是太简单了呢。谢谢你，我想 The Rick 可以把你领回去了。这才三分钟。